大家好，我是吉祥游侠，我现在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，然后我身后的标志性建筑物就是伊朗的自由塔。前天呢，他们的总统飞机坠毁了，出事了，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活动，这是他们的总统，这个是他们阿塞拜疆省的一个省长，这个是外交部长，这个是一个伊玛目，应该是政府代表，这是一个将军，然后他们现在在这边举行活动，从德黑兰大学那边一直慢慢的慢慢游行到这边来吧。这里是自由塔，现在有好多人在这边呢，已经开始聚集了，等到他们的遗体车过来。这里挂的是黑色的旗子，这边已经来了很多军人。带着小孩子，拿着小旗子。这边也给民众准备一些水。现在是11点钟，大家都还在等待着，孩子们玩的都非常开心。现在树林里人更多了，外面温度应该是在27-28度左右，长时间晒的话还是很热的，所以说大家都在树林里面。那边孩子玩的开心死了，一个家庭，丈夫和妻子还有个孩子。好像都已经来了，等了5.5个小时，终于来了。都开始往那个聚集，那个是口子，然后一直到这个中间来，树林里面都出来了，开始往中间聚集了。Oh, my God.
黑狼举行这个活动，明天去库姆，后天还要去马扎德了。今天这个活动估计1个小时后结束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